日前被爆同卷入 JPEX 案的 TVB 艺人郑俊熙，因为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案被警方拘捕和落案控告，不过他似乎心情未受影响啊。这日他现身粉岭裁判法院应讯的时候，更加拎着一个20,000元的 LV 手袋到场，而且笑容满面。外形甜美的林咏彤深受宅男粉丝的欢迎，近年更加备受力捧。不过其实他花边新闻都挺多的，早年在2013年他就和黄宗泽传出绯闻，有报道就说他们在2011年拍潜行追击的时候擦出爱火，被当时黄宗泽的女朋友胡杏儿发现之后狠心斩缆。到了2021年，林咏彤的妈妈又被爆有赵南记的癖好，爆料人更加提供了多张疑似林咏彤妈妈和不同年轻男伴的亲密相和叫鸭的对话截图，内容非常露骨，当中更加和鸭仔讨价还价。